欸，四季豆真的很好吃，我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太大声了啦！你来，你来，你来这边讲来。一直影响我拍摄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第几集了？现在第八集了，哎。不要这样凶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还要靠他们帮我配准备材料的。不要讲话。现在小孩子很难教嘞。你来我的地方还要叫我安静，凭什么你啊？随意叫，OK。